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。今天一大早来喂鸡了。踩到你们嘞！脚都没地方放啊！哎呀，哎嘿嘿嘿嘿，嘿嘿。这边有啊，不要挤进去啊！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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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那么挤啊！大家看看，这个真菌鸡真的大了很多了，这只最大的应该是，这几只都是最好大的。我们喂完鸡了，现在准备到山上去找蘑菇去。已经下了几天的雨了，朋友们看一下，雨哥的菌窝子的那些树都全部被砍光了，蘑菇今天找不到了。哎呀，没戏了今天。哇，朋友们看一下呢，那田里面好多那个灵蛙。好大一只啊！哇、哦，好多、哦！哇塞，好多！这个灵蛙哦，一堆呀、啊！啊哈！哦，刚刚到山上转了一圈，一朵蘑菇都没看到，还是回来挖地吧。大家看到前面那边菜苗已经长出来有点大了，过两天我们就可以把它种到地里面去了。哇，好肥的蚯蚓，拿个袋子来装，到时候等下拿来喂鸡。这块挖完了，一二三四五六块，我一共挖了六块地出来，倒是把那些菜苗种到这个地里面。哇，大家看看，宇哥养的小蜜蜂在那嗡嗡嗡嗡的，过去看一下。
今天天气好了，小蜜蜂都出群了，出去采蜜了，风量还是有点多的吧。里面应该有一点蜜了，但是今年就不采蜜了，留它过冬算了。我们再来挖这一块。我们把地挖完了，现在拿这个蚯蚓来喂鸡吧。好大一条蚯蚓呢，啊，好、哦。倒到地上面去算了。哈哈哈！太大一条不敢吃吗？我今天准备在山里面吃中饭，煮泡面吃算了。本来想找蘑菇来煮吃的，没找到，只能吃泡面算了。水开了，我们下入泡面吧。种的大蒜，可惜现在是快入冬天了，山上没什么野菜，要放点野菜，肯定味道不错的。我种的菜也还没长出来，也没有长大，太小了，吃了可惜了。过几天吧，过几天地里面的小白菜就可以吃了，还有萝卜苗，
我今天还准备撒一点那个油菜种子到地里面去。啊，味道好极了，呵呵。朋友们，我这一块就准备现在撒上那个油菜种子，到时候那边那个小蜜蜂就有那个油菜花采蜜了。我们菜种撒好了，要把这个草根全部挖起来，把这头草根清理到一边去。